接下来台湾20年的卢金科阿科面店营业到现在已经有6年了，在玉里镇也小有名气，受到外地游客特别来到店内吃玉里面。为了感谢在地人的照顾，今年开始的8月中旬，阿科面店请客招待，每人限2碗面、1罐饮料。中午时间一到，玉里镇上这间玉里面店总是会有许多民众来享用午餐。这天日子非常特别，店门口可以看到写着今日请客4个字，民众也马上排队享用免费的午餐。这汤的它饮料的话就是一个人的，哪一个饮料？老板娘以及员工忙得不可开交，这间阿科面店已经营业了6年的时间。原来老板娘是来自越南的卢金科，嫁来台湾20年，在玉里经营这间小吃店小有名气，也受到外地游客特地来到店内吃玉里面。为了感谢在地人的照顾，今年开始的8月中旬，阿科面店请客招待。就是谢谢你们的每一年照顾我，就是免费每年都一样，7月15号，就是每年如果我还有这边卖面，就是每年的免费一天。今天店内人气最高的牛肉面、玉里面，客人一碗接着一碗，老板娘永远不让客人失望。而卢金科表示，小吃店营业这6年时间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找一天请客招待回馈给客人。记者高双双玉振采访报道。